光明才最考验女星颜值，宋佳的大光明发型多到数不过来。在出席2020 GQ 盛典时，身穿一袭黑色一字肩礼服，简单利落的发型，大大方方展现皮肤与五官，让她浑身都散发不一样的气质，美得高级且霸气。董洁出席红毯活动时，总是喜欢把头发简单的盘起来。在2021国剧盛典上，董洁身穿一袭粉红撞色抹胸礼服，笑容温柔大方，皮肤状态也是好到没话说。加上她标志的名品鼻，怎么拍都美。倪妮作为红毯杀手，总能给人眼前一亮的感觉。在出席2020尖叫之夜时，身穿一袭蓝色紧身礼服，大秀雪白相间，身材也凹凸有致，留着大光明的她展示了自己与众不同的高级感。王子文也是经常以大光明的形象出现在观众视野。在国剧盛典红毯上，王子文身穿一袭白色抹胸拖尾裙，看着虽简单，但一般人却驾驭不了，留着一头利落的发型，优雅又灵动，给人一种人小气场大的感觉。章子怡只要出现在红毯上，总是大大方方平和的造型。在2019微博电影之夜上，章子怡身穿一袭纱裙，气场超强，虽然衣服有点显老，但章子怡赢在骨相美，五官立体分明，再搭配她的平头，大大方方，舒适自然。